Hello，Hello， 大家好啊！有去 Offer 介绍美食嘅时候啦，今日去咗边啊？佢集红色嘅，人亦都唔系太多，就去荃湾啦。首先出咗呢个 B 1出口先，我哋去大鸿辉荃湾中心啊。今日咧亦都系去饮茶，因为饮茶咧呢个系一个我哋中意嘅饮食常态啦。咁变咗大家如果介意咧，真系可以稍而欲步嘅，冇问题嘅。因为天天出片咧系好难做到，要日日不同款式越南、韩国、日本不停咁样出。不停循環咁出咧，我其實揾嘢係有啲麻煩嘅，咁我盡量都迎合翻自己啦。因為自己首先我都中意去飲茶，咁呢個係其一啦。今日去邊間酒樓呢？間酒樓叫做黃燕酒家，咁就喺大鴻輝嗰度二樓嘅啫。咁依家出咗 B 1出口，直行先啦。直行咧就會過咗行人天橋噶啦。過行人天橋咧就轉左，再落翻下邊。落翻下邊咧就係眾安街啦。眾安街呢一陣間去到沙爹王嗰度轉右，一路直落咁就係㗎啦。咁呢度都唔多講啦，我一路行俾大家睇啦。好啦，咁啊到咗眾安街啦，眾安街轉右，一路直行，差唔多接近到尾啦，咁就係噶啦。咁呢度都比較遠啦。咁同埋講講咧，今日我哋嘅時間係幾點啊？10:10嘅啫。早茶又好似晏咗少少，晏晝又好似早咗少少。問題在於我哋真係肚餓啦。點解咧？琴晚我哋唔係食得太多嘢啦，天氣又熱啦，我哋太早食朝頭早。咁夜晚黑變咗咧，又唔想出街，咁就喺屋企剪片，同埋買咗少少嘢食。咁變咗今朝咧，就想早少少嚟食嘢咯。咁呢度行去咧，大約都要6分鐘至7分鐘左右嘅路程，都會比較遠少少啦。咁當然仲有好多選擇啦，譬如搭巴士啊，或者搭西鐵啊。我諗都係兩個選擇嚟嘅。西鐵會喺另一邊，但係個路程咧，大家可以睇翻啦，點樣行過去咧，都有好多車可以選擇嘅。好啦，话咁快就到咗大鸿辉啦，见唔见？二楼就喺呢度上去。电梯坏咗添，要行楼梯。好啦，上到嚟啦，揾咗位再同大家慢慢倾，入到去再讲啦。
好啦，入到嚟坐低咗啦。呢間黃燕海鮮酒家咧，頭先出邊人真係好多，咁我哋入咗間房啦，房裏邊當然少人啲啦，咁會好啲嘅。咁早茶嘅時間咧，星期一至五七至十二點，小點16:08，中點20:08，大點23:08，特點27:08，同埋頂點32:08嘅。當然佢有一張早茶嘅點心紙啦，亦都有孖寶28:08兩款嘅。咁亦都有蝦餃王啦，每人限下一籠嘅啫，就7:08兩件。另外仲有啲中頭飯啊等等嘅嘢嘅。另外仲有啲優惠點心啦，老婆依家都喺度畫緊噶啦，你睇下。咁我哋畫嘢先啦，畫完嘢再同大家慢慢傾。呢碗係皮蛋瘦肉粥，係早市超值孖寶28:08兩款其中一項。送到上台嘅時候咧，就好似比平時酒樓一般裝皮蛋瘦肉粥個碗咧就細少少，但係咧原來佢個深度都幾犀利㗎。用個匙羹，如果你唔小心咁樣擺咧，有機會即係成隻削咗落啲粥裏邊㗎。咁所以點解我話佢個深度咧就好似勁過平時酒樓嗰啲塔口湯碗咧？咁個粥咧非常之夠熱啊！頭先老公吃第一啖咧太心急啦，我都惊佢淥亲啊。同埋佢虽然滗落去咧，其实唔系好多料嘅啫，但系望见个粥底嘅颜色就已经相当满意啦。其实要煲到啲材料嘅味出晒落个粥底度咧，都要用啲心机同埋用时间嘅。呢度就做得到啦，一食落去咧，啲瘦肉同埋皮蛋嘅味咧融汇一体啊，同埋个粥底咧已经煲得好绵滑，啲米都煲到开晒花。整体上呢个粥底系我中意食嘅，佢啱啱就系两者中意臭米气或者唔臭米气都啱食嘅，点解咁咁讲咧？佢又唔系冇米，但系佢又唔系太稀太薄嗰种。呢、这个粥咧做得非常之好，值得一赞。呢個咧係金粟炸魚餅啦，都係屬於咧早茶嘅超值點心孖寶其中一樣嘅嘢嚟嘅。咁呢個咧講明係炸噶啦，你都冇諗去煎啊，因為你望都望到，你睇下所有位置咧係冇一啲黑色嘅位嘅。如果煎咧係好容易有啲位受熱而令到佢會過黑，而呢一個你睇下幾靚啊，整出嚟咁你就知道係炸。皮嗰方面咧，佢似咩咧？佢好似咧鮮蝦炸雲吞嗰只咁嘅感覺，只係冇咗酸甜汁啫。但係佢個皮炸得好好，同埋好脆口，唔會話過曬濃黑。掹掹里边咧，逼油逼得好好，唔会里边积油积得好劲。你望下佢里边啲油唔多嘅，里边鱼肉、芫茜、葱、粟米，全部嘢都好多嘅，咬落好香口。鱼肉亦都唔系散收收、淋白白，亦都系大牙嘅。咁所以呢个你话早茶嘅孖宝嚟讲咧，我觉得认真唔错，同埋真系好好食。好少食到一啲咧唔会咬落去成口油嘅，呢、这个咧比较干身啲，同埋即系做得到咧逼油咧逼得十分之好，同埋鱼肉有弹性。临尾咬少少俾大家。听下睇下听唔听到啊？因为脆口嘅地方唔太多啊，咬落去唔系太多脆声咯，希望大家都听到啦。呢碟係家鄉煎薄餐，亦都係超值孖寶28:08其中一項。佢一碟咧就分咗六件，其實一擺到上台嘅時候咧，已經知道咧佢有利有弊噶啦。點解我咁講呢？首先，我非常之欣賞佢好多好多啡黑色嘅焦香味，應該食落去咧就係好香好脆嘅。但係中間嗰度咧冇乜焦香味嘅地方咧，一望就知落粉漿咧落得太厚啦，食落去個口感咧就係原來啡黑色。嗰啲地方咧，真系一如我所料，系好享受、好好味、好脆口。但系中间嗰啲好厚嘅位置，煎得唔够焦香嘅地方咧，就系粒刺刺，好似未煎熟嘅粉浆一模一样。其实中间呢一橛位咧，都系一样嘅。镜头面前都睇得好清楚，我揭开咧，你就知啦。变咗你食落去咧，好似争啲争啲咁样，觉得佢好似有少少未熟咁样嘅感觉。但系咧，食到啡黑色嗰啲地方咧，真系有。熟晒嘅喎，真系得一半一半咯。但系都要一赞佢啲材料，虽然落得唔系好多，系得火腿同埋韭菜，但系啲韭菜味好突出，好香喷喷。好耐都冇食过家乡煎薄餐嗰啲韭菜系咁夸张嘅嗰啲韭菜味，但系呢个都系一个唔合格嘅家乡煎薄饼。
跟住讲讲呢个祖士特价嘅黄燕鲜虾饺皇啦，每笼咧系有两件，而每人只限叫一笼嘅啫。咁我哋当然两个人就叫咗两笼啦，每笼价钱7.8，佢就将佢咧摆埋一齐，咁变咗咧好似普普通通一笼虾饺咁咯。即系话俾你知呢笼虾饺，如果就咁嗌一笼4粒嚟讲咧，一笼15.6呢个虾饺嚟到咧，虽然佢嘅价钱系真系比较平，但系我唔觉得系差。你望下系干身啲嘅啦，同埋笋味咧系冇嘅，但系条尾咧调得好好。虾嘅质素咧，佢呢啲系一啲雪藏虾嚟嘅啫，你望下。佢话鲜虾，讲你都唔信啦。你望望干身嘅，咁另外浸皮咧都比较厚啲。但系如果个价钱嚟讲咁样计咧，同埋佢新鲜滚热辣啦出嚟啲嘢，我觉得都唔算差噶啦，已经7.8两粒，即系围翻3.几元钱一粒嘅啫。讲真，你去出边买点心嗰啲地方，有冇呢个价钱咧？坐喺度叹埋冷气，饮埋杯茶，虽然佢收埋你加一，但系我觉得都认真唔错。呢碟是白花养鱼肚单点项目24.8，其实咧望落去就好似唔止3嚿鱼肚，估唔到我第一次食呢个白花养鱼肚咧，佢系有附设其他食物噶，居然佢摆咗啲同颜色嘅食物落去，系白萝卜啊！我头先骤眼望咧，以为咁着数嘅咁多嚿鱼肚，原来唔系啊，佢摆咗3嚿，个体积咧都相当可观嘅白萝卜，所以就觉得呢度个份量咧好似浓大。大咗咁样啊！而白花咧，今次系用虾滑嘅，亦都有3嚿。我试咗其中一嚿，两个字失败。点解我咁讲咧？个虾滑咧，弹牙嘅口感咧系一般般，虾味亦都唔系好突出。最弊系咩咧？佢近乎就嚟变味嗰种情况。咁食落去佢又未变，但系就唔系应有虾滑嗰种一般嘅味道同埋口感啦。咁至于你话会唔会出散啊，有酸味咧？佢又未到呢个地步，但系你食落去。就是不新鲜，可能天气热的关系，这件事呢我们这个礼拜内预了很多很多次，是不是？其实这个礼拜内都预了很多次了，如果真的变我会出声真的跟他说，但是他嗨近边就来变。还有一个网友试过去我介绍的东西，他都说味为什么很怪的，不是很对、完全不好吃，我说是不是开始变，他说有机会可能真的开始变。所以其实近排温度这么热，很多东西食物质素都会很参差，即是会比较差很多，真的会影响咗好多嘅，咁有时啲嘢我都会睇翻，因应出边环境而取决于所有食物质素地讲嘅。咁其余嘅主角咧就系鱼肚啦，鱼肚咧呢度好欣赏，虽然佢裁咧就裁得比较窄身，但系嗰个口感啊都几好嘅，佢系吸汁力同埋挂汁力都超强嗰种鱼肚，食落去咧系好有满足嘅口感，同埋佢下底蒸完出嚟嗰啲汁液咧好好味啊，可能佢调味咧都几好。所以咧，鱼肚咧系特别享受，特别好味。蟹子咧份量佢都备得几多嘅，不过一齐蒸咧个颜色就冇咁美观啦，口感咧都仍然有脆卜卜嘅感觉。咁讲翻白萝卜啦，白萝卜咧佢去皮去得好好、亦都冇沥味、草青味或者啲涩味，系吸收晒咧碟底嗰啲汁液嗰啲味嘅。咁你问我有冇甜味咧，又唔系太多。咁所以整体上呢碟嘢除咗嗰个白花唔合格之外咧，即系虾滑唔合格之外，其他都非常之好。这个是早市的热辣辣蒸靓饭，价钱13.8，它只有两款，一个就是凤爪排骨饭，一个就是咸鱼肉饼饭。那我们都在想啊，叫哪样东西好呢？最后决定要凤爪排骨饭，因为咸鱼呢我很怕太咸，早上一吃完呢就真的麻烦了。这个饭来到呢个中似什么呢？似吃韩国东西自助餐北汤那个兜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呢一模一样的。那所以它里面的份量大约有多少呢？大家可以估一下。这个饭嚟到，佢蒸嘅时间系啱啱好，唔会过湿，唔会过干。有啲摆得耐太干咧，里边啲饭咧系会一粒粒，好似饭焦咁嘅感觉嘅，就好似上一条片老婆讲话 keep warm 咁嘅感觉。呢啲咧多数都系因为有啲凤爪嘅汁啦，同埋排骨嘅汁漏咗落啲饭度，所以会令佢比较更加湿润嘅。排骨嘅质素咧，雪藏骨唔使谂噶啦，因为咧你食得到咧系一种干干柴柴咁嘅感觉嘅，就算你点蒸佢咧都系冇办法掹噶啦。而有啲骨真真正正系新鲜骨咧，系会比较软。
身啲、彈牙啲，同埋咧肥高位會多啲。而呢個位你睇下，佢雖然有一啲叫做軟骨位，但係肥高位係冇嘅。鳳爪就平平無奇啦，因為佢唔會話有好多醬汁喺度。始終呢啲飯咧唔會好多醬汁嘅。呢、這個飯只係13.8，你話係咪貴啊？依家嚟講唔算好貴嘅啦。當然你話同我上幾多條片講過話，以前有1蚊2蚊鐘嘅早茶飯，你唔好諗啦，你真係發緊夢啦。呢、這個係咩年代啊？我講緊嗰啲咧，差唔多係90年代嘅事嚟㗎啦。依家咧已經係冇呢支歌啦。呢、這個飯我都覺得唔差啦，同埋都真係10零蚊算係咁㗎啦，都起碼有個飯落下肚咯，朝頭早。呢碟是鮮竹牛肉球，一碟有3嚿，價錢28.8，亦都是屬於超值孖寶兩項其中之一。拎到上台的時候咧，都係熱辣辣。個體積比一般酒樓的牛肉球的體積咧，就細1/4左右啦。但係表面呈現出嚟的荔枝紋咧，都幾多嘅喎。同埋咧，知道佢落咗好多材料落去啊，包括有葱、芫茜、馬蹄同埋墊底嘅鮮竹，即係腐皮咧，都落得好多好多。但係佢唯一嘅缺乏咧，就係果皮味啦。食落去個口感，個牛肉味咧都幾濃郁嘅喎，同埋嚿牛肉咧都夠滑身。但係咧，佢偏向於淋滑嗰種，就唔係好彈牙嗰種。咁食落去，如果中意食淋滑嘅網友咧，咁就啱曬啦。因為呢一嚿牛肉咧係我近期食過材料最豐富，同埋配上中式結汁，熱辣辣食嘅時候。后咧都算系几好食嘅一嚿牛肉，反而有啲地方咧整到好大嚿俾你，个味道啦同埋个热度啦都唔足够嘅，咁变相咧呢一嚿虽然细细地冇果皮味，但系都整得几好。我呢個鵪鶉蛋燒賣啦，都屬於早市嘅孖寶28.8。鵪鶉蛋燒賣咧，依家其實出面都好少有得食噶啦。當然有網友一定會喺度留言爭拗噶啦，就話你食得少啦，出面大把地方有得整啦。唔奇，大把地方有得整，包括街邊嗰啲叫做點心乜乜、點心物物都會有。但係係咪真係咁多呢？以前嘅酒樓成行成市嘅時候，差唔多每間酒樓係必有，冇嗰間就唔係叫酒樓，係根本冇可能嘅。咁你同依家比，梗係話俾你知。少咗好多啦！呢、這個燒賣咧嚟到係有3粒，佢嗰陣皮咧好得意嘅噃，你睇下，就係一啲咧以前兒時叫呢個燒賣嘅時候，阿媽同阿爸嗌俾你食嘅時候，你係咪第一時間會揾支牙籤撩開咗佢，食咗粒鵪鶉蛋，而最後咧感覺就係會剩翻個燒賣喺底度嘅啫。咁阿媽或者阿爸咧就會同你清咗啲燒賣噶啦，因為你呢個鵪鶉蛋咧係好多人都中意食嘅，尤其是小朋友。依家咧都好少地方有得賣啦。以前油麻地廟街咧有啲叫做鹽焗鵪鶉蛋啦，即係推車仔。都會做，係好好食嘅，搣開咗鹹鹹地。當然呢啲膽固醇咧，真係會比較好高嘅，好誇張嘅。依家咧，就算要有咧，都少啦。炒栗子嗰啲地方咧都會有，但係都有時未必會做嘅。炒栗子多數咧係得番薯啊，同埋栗子嘅啫。鵪鶉蛋會比較唔係咁著重咯。同埋咧，有啲地方會有埋炒銀杏嘅，大家唔知唔知咧？好啦，都唔講咁多無謂嘢啦。呢、這個燒賣咧，其實個肉咧真係好嫩滑，我好中意食。鵪鶉蛋嚟講咧，老婆就食咗第一隻，而呢只揭开咧系第二只嚟嘅，话俾你知，唔同上次嗰间叫做老乜茶居嗰度咧，我话俾你知，有形无实，竟然系鵪鶉蛋系得个白嘅啫，冇黄嘅。你话啲黄佢偷咗嚟做乜嘢咧？我唔知，净系话佢根本偷咗黄嚟做另一样嘢咧，做两个餸咧，我都答唔到你。但系鵪鶉蛋烧卖竟然系冇黄嘅，我真系第一次听。好多时出边最多叫做俾半粒你啫，都有个黄，但系佢竟然连黄都冇，咩玩法咧？我完全唔知道。咁呢个调味咧，佢调得好好，出嚟亦都够热，而鵪鶉蛋咧。就由老婆讲讲啦。喺未讲鵪鶉蛋之前咧，头先老公讲个皮咧，我突然间联想到啊，喺鵪鶉蛋个皮咧，我哋就会撩开啦。但系其实呢个皮咧，好似湘西饺或者鱼翅饺嗰个皮啊，透透地明奶白色嘅。但系嗰两个饺咧，我都中意食噶。反而系鵪鶉蛋里边附设咗有呢个皮咧，我就唔中意食啦。咁讲翻正题，鵪鶉蛋啦，鵪鶉蛋咧呢度蒸完出嚟个效果非常之好，啲蛋白咧。如果蒸得太耐時間咧，會過老嘅，會縮水巢皮韌咗。今次咧唔係，仍然食到鵪鶉蛋嘅蛋白原先好滑嫩嘅口感，咬落去咧薄薄地，裏面含有豐富嘅鵪鶉蛋蛋黃啊，食落。
落去就真係幾享受嘅。同埋佢搣完之後咧，呢個鵪鶉蛋咧個形狀真係好美觀啊！一啲巢皮啊、粒陷嘅情況，或者唔見咗一忽嘅蛋白咧都冇，望落去咧，正如嗰粒鵪鶉蛋一樣，好似 B B 仔塊面咁，好滑溜。呢笼是蜜汁叉烧包，一笼有三个，单点项目19.8，拎到上台时候的卖相呢都一般般啦。它又不属于超大个的叉烧包，亦都不是属于超迷你那种。咁望见个包皮呢都蒸得几干爽的，食落个口感包皮嗰方面呢都相当不错，是厚了啲咁多嘅啫。但是个叉烧馅料呢一望见就知道，其实它都不算太孤寒的，它都俾了好多叉烧，但是偏瘦的成分多，偏肥的呢就比较少，但是个酱汁呢就相当之不满意了。虽然蜜汁呢不嬲都不是我喜欢吃的那款，我是喜欢吃豪王叉烧包那种酱汁，望见呢个卖相只是讲酱汁那方面呢就好夸张了。怎样夸张法啊？干过我的荷包好多倍啊！咁食落个口感呢自自然然呢就变了一嚿好瘦的叉烧，愣住一啲比较厚的包皮，虽然个包皮都不算太差，但是愣住呢一堆叉烧咧，咬落个口感又唔够肥啦，酱汁又唔够丰富啦，仲要个甜度又麻麻地啦，唔系好犀利，因为佢唔系带有好多酱汁啊嘛，味道咧就一般般，所以咧呢个叉烧包我都系奉劝各位唔好嗌啦。跟住最後就講講呢個香西牛肉腸粉啦，都係屬於早市孖寶28.8嘅其中一樣嘅。咁呢個腸粉咧就真係耐啦，點解會去到最後先到咧？佢留咗單，咁留咗單我再追佢啦。其實我哋食到啲嘢7788先至同佢講嘅，咁佢都好好啊，即刻就同我跟住出嚟問我啲嘢送翻嚟未啊？我話未啊，咁跟住佢自己親身就走去攞出嚟俾我，真係新鮮滾熱辣整氣咗。咁另外咧佢都嚟咗一碟豉油啦，都係分開嘅。咁講講個腸粉啦，腸粉佢新鮮整真係完全唔同嘅。为什么呢？牛肉滑嘟嘟，有芫茜，有葱，有马蹄，你看马蹄几大粒。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认真不错。再加上它浸皮呢好烟韧，好过瘾。刚才呢我在这里称一称一下呢，好像邓油邓油这样。这个皮做得很好，有些像什么呢？鸡丝粉卷那浸皮这样。当然有些鸡丝粉卷是 over 了，这个是没有 over 的那种感觉，是很好的。你看一下皮，我就这么称，你都望到，你看这样才称得开。那你想想这浸皮是多正的。所以呢個孖寶嚟講咧，呢碟腸粉雖然佢遲咗俾我，有陣時啲嘢遲嚟反而咧會有好嘢食嘅。咁呢啲嘢咧就真係算啦。有陣時酒樓嘅嘢都係講守神嘅。今次我哋好彩就食到啲好嘢咯。好啦，嚟個美人照鏡啦，睇下啲嘢食曬咯。跟住講講我最後總食評啦。跟住講講個最後總食評啦。呢間黃燕咧，價錢嚟講真係好平，早茶竟然我今日賣咗條單係幾多錢呢？一茶茶。乜嘢叫一茶茶呢？最後再同大家慢慢講。呢度嘅孖寶咧係28.8，雖然價錢睇落去好貴，但係其餘點心咧都只係10多蚊，茶錢都只係9蚊啫。咁今日推介咧，你話係咪好多？唔可以話好多。咁今日推介咧可以都有三樣嘢嘅。其實我講一樣啦，就係嗰個鵪鶉蛋燒賣啦。鵪鶉蛋燒賣咧，其實好少地方有得食噶啦。而今日呢個整得咁濕潤、咁好食咧，已經好難得。鵪鶉蛋好多時咧蒸過籠咧係會乾曬嘅，裏邊咧係好似石頭咁樣，好硬嘅。好似擦子膠咁樣，而今次呢一個咧完全冇呢個問題同埋呢個感覺，所以我覺得認真唔錯。另外呢度咧環境嚟講咧，如果坐廳出面咧係好熱嘅，大家如果你話坐廳出面咧，今日我見到好多人喺出面咧揾張紙係咁潑係咁潑，依家人咧走得7788就會好啲。我咁啱就入咗嚟房啦，房嘅冷氣咧係會舒服好多，同埋光猛好多嘅呢度。我俾大家睇下啲環境先，你睇下呢度係啲白光咧係間房嚟嘅。
咁當然呢度都要好彩先揾到啦。而廳出面呢就會比較黃光多啲，咁另外熱呢都會熱多啲嘅。可能出面因為係商場冷氣啦，房入面就自己冷氣啦，我唔敢講係咪咁嘅問題啦。另外呢，其實我都想講多些少飲茶嘅題外話啦，就係頭先有個人呢，我想問如果你見到呢啲係咪大爺呢，入到嚟其實短短五分鐘至十分鐘時間，佢就即刻落完單，即刻催人哋就話點解我啲嘢未嚟。我心諗我碟腸粉都漏咗未嚟啦，佢就話要趕住走啦，佢話要埋單啦，啲嘢唔嚟我走啦。我想問你依家係咪去出面啲茶居一籠籠點心凍曬喺度，跟住你即刻攞即刻食即刻走咧？呢度係酒樓，你要記住，就算入得單，嗰籠嘢即刻拎出嚟都要啲時間。同埋酒樓裏邊唔係淨係你一台人，如果你認為啲人要五至十分鐘可以拎曬俾你咧，你就真係大嘢啦。我哋食嘢都有我哋自己對服務員或者對一啲夥計啊、傳菜啊等等嘅尊重啦。點解咧？因為其實你每一樣嘢都要留意人哋。譬如頭先有個傳菜員啦，我問佢有冇辣椒油，佢話冇啊。嗱，咁其實講真嗰句，佢咁嘅態度答我，我覺得係冇問題嘅。點解咧？因為佢都會加句話，你可以問翻夥計啦，要夥計先有嘅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完全冇問題嘅。所以有陣時啲嘢就係話，每一樣嘢你都要用個腦去諗下，佢係咪真係咁嘅態度而做得唔好咧？唔係，就好似上次黃大仙嗰個，我唔止睇咗佢一次噶啦，佢幾次出菜都係咁樣樣。咁我話俾你知，有網友同我喺度爭拗話，你哋啊喺度話人哋乜乜乜乜點點點點。好啦，我到時同佢講話，你唔去自己試下啊，係咪先？佢又話我即刻講粗口，跟住咁 YouTube 已經將佢落咗架噶啦。有時啲嘢就係話，我唔需要同呢啲人爭拗嘅。我覺得冇文化嘅人咧，我同佢爭拗都冇乜意思。我係理性討論同大家傾，而佢即刻用粗口答翻我，大家自己諗啦。咩叫做有禮貌？咩叫冇禮貌？咩叫做同我話理性討論？大家自己諗過啦。題外話就講完啦。因為有時啲嘢，我覺得真係要俾大家知道多少少嘢。我飲茶食嘢，如果純粹單憑食物係好容易嘅啫，好食唔好食兩個字講曬。但係要知道所有裏邊嘅細節、環境、服務員嘅所有質素，佢係真心假意。就算你話有時有啲人好假，我睇得出嘅，唔會話係呃到我嘅，因為始終我飲茶唔係一個短時間。你話我坐喺度好似頭先嗰個五至十分鐘諗住想走咧，佢可能真係睇唔出。我坐咗喺度個幾兩個鐘，好似頭先嗰個夥計，佢好主動同我去出去攞，攞完拎埋入嚟，跟住話唔好意思，呢樣嘢係好難得嘅。咁啊，最尾講嗰張單先啦，張單就196蚊啫。我真係未試過食十一樣嘢係196蚊，我都唔知點答你。所以呢度咧，其實飲早茶係幾抵。我諗下午茶咧都可能會係咁嘅價錢嘅，會幾划算啊，叫做。好啦，咁其餘嘢俾老婆講講啦。講咗推介先，推介咧就係最後尾嗰碟香西牛肉腸粉啦，亦都係超值孖寶選項28.8兩樣其中之一。其實咧，如果單點項目咧，佢都有蜜汁叉燒腸21.8，同埋春風得意腸都係21.8嘅。不過咁啱孖寶有特價，咁我平時都中意食香西牛肉腸咧，咁我就嗌咗孖寶啦。佢個牛肉咧，頭先老公讚口不絕啦，又話滑啊、嫩啊、有牛肉味啊，又加咗鹽西葱啊，又有馬蹄啊，另外個腸粉皮又煙韌，又有米漿味。其實咧，全部都係我中意食嗰個口感同埋味道。材料咧亦都落得唔少，一啲都唔孤寒。另外一樣咧就係皮蛋瘦肉粥啦，好難得咁早嚟飲茶都可以食得出咧，佢煲皮蛋瘦肉粥嘅味咧咁融會一體啊！同埋雖然佢滗落去咧就覺得材料少啲啦，其實咧皮蛋好容易溶曬嘅啫。如果唔係咧，你都食唔到啲粥底啊咁有濃烈嘅味道喺度啦。所以咧，其實我相信佢皮蛋都落得唔少嘅。瘦肉咧佢就比較細粒啲，係少啲嘅，不過都有瘦肉味喺個粥底度。咁所以我都好滿意噶啦。雖然你滗落去咧就唔夠滿足啦，因為始終唔係好具體見到一嚿嚿食材喺度嘛。但係咧食落個口感啊、味道啊都相當唔錯嘅，同埋最緊要係熱辣辣啦，同埋落咗胡椒粉又特別好食啲嘅。所以我就覺得呢一個都值得推介，佢亦都係孖寶選項其中之一。如果單點選項咧有柴魚花生粥，就係16.8一碗嘅。其實我都有諗過嗌柴魚花生粥嘅，咁但係因為佢係礙於有皮蛋
瘦肉粥是孖寶，所以我就選了皮蛋瘦肉粥了。相信有些不喜歡吃皮蛋瘦肉粥或者很討厭我吃皮蛋瘦肉粥的網友又會有些不開心的了，那就不好意思咯，那我都沒辦法的，那我都是隨著自己喜歡吃的口感，還有它有特價嘛。那另外就想說這裡的服務我覺得算是 OK 的了，雖然環境是比較擠迫一些，冷氣也都不是那麼夠，我坐了入間房我就覺得很舒服，同埋咁啱我哋頭殼頂咧就有個冷氣嘅風位啊，咁所以咧我就覺得都算係涼快嘅，咁同埋呢度啲燈光都算係光猛嘅，咁整體上咧，如果百幾蚊飲餐茶可以食到11样咧，我都相當滿意噶啦。同埋房咧好難得喎，佢樓底唔係咁高咧，都唔係好嘈雜啫喎，咁所以我覺得好滿意啦。反而坐大廳咧，可能又熱啦，又嘈啲啦，啲燈光又唔係白燈啦，咁我可能會冇咁中意咯。咁整體上咧，今日飲得好開心，咁我今日講嘅咧就係咁多啦。好啦，講多少少啦，大家最好用正面嘅眼光去睇片。我純粹介紹嘢食嘅啫，唔會講任何其他無釐拉更或者一啲政治嘅嘢喺入邊嘅。講真嗰句，我只係開心分享喺度俾大家知道所有嘢食。如果一片有人覺得好辛苦，睇得好唔舒服或者好唔自在，覺得要轉一轉啦，唔緊要，可以睇其他頻道嘅。其他頻道可能3日或者1个礼拜先至有一條片，令你會更加舒服。我知道香港人嘅壓力都好大，係會比較好辛苦嘅。咁基本上咧，即係你嘅壓力就唔好增加啦，令你會更加舒服、更加開心。最緊要做人每日都開心，每日開心咧好重要。如果睇得唔開心咧，真係其實你喺我度寫嘢話唔開心咧，我都未必幫到你，因為點解咧？你寫咗嘢，我又幫唔到你。我始終都會做翻我自己20-30分钟嘅片出嚟俾大家睇嘅，因為我想俾嘅咧係資訊，唔係話淨係好簡單講好食唔好食，環境得唔得，入到嚟平唔平。如果呢啲嘢咧，基本上 open wise 都講到俾你知噶啦，唔使睇我片都可以知道嘅。希望大家都睇得開心啦，因為我都其實做咗咁耐啦，我都好想大家知道多啲資訊。這個模式我做咗咁耐，我都覺得暫時嚟講係唔錯嘅。咁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遲啲我再講下其他嘢同大家分享啊。每個網友都有自己唔同要求嘅，我覺得講多啲都好啲嘅。今日就講到呢度啦，中意睇我片嘅話，訂閱、贊好、分享、留言啦，多謝大家支持啦，拜拜啦。冇辦法啦，我哋就比較胃口好啲啦，食材豐富啲啦，或者簡稱大食啲啦，咁所以有陣時食得10几碟嘢咧，都係咁上下啦。可能食3-5碟啊，或者2-3碟嗰啲咧，會睇短啲咯，咁你哋會開心啲嘅。好啦，下次再講個第二間，拜拜。